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呢，我们讲了发心意愿的前九种，下面就讲第十种，也就是说第十，令正法救助故发菩提心。这样说到云何令正法救助？于是呢，什么是令正法救助而发菩提心呢？我们要考虑佛法诸事的状况，还有呢佛法对于世间的种种利益，不忍心身脚涉菜，为了护持佛法，才发起誓愿成佛的菩提心。我们知道，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也讲了发心的十种愿，其中一个因缘就是不忍身脚涉味。也就是说，大乘菩萨呢，深切地认识到，如果身脚不灭，就能让无量的众生呢脱离大苦难的。为了让真法救助，自己发心要求生佛陀的智慧，让真法呢永久住持世间。所以下面讲的内容基本上和菩萨地的说法是一致的。这里这样说道：为我世尊，无量劫来为我等故修菩提道，难心论行，难忍论忍，因缘过门，虽知成佛，即成佛矣。化缘奏起，如以涅槃真法相法，皆以灭心精存末法。我们知道这一期佛法的由来，最到源头就是我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原在无量界前，为了我们呢发了无上的菩提心，从此呢在多生累劫当中呢修持呢浩瀚如海的菩萨万行，难心能信的，难忍能忍的，而且呢复会两种资量圆满而成就了无上的正觉。世尊成佛之后呢，最根本的大事情就是转法轮普度众生，这样娑婆世界呢才出现了佛陀的正法。等到把这因度化的众生都度完了之后呢，佛陀就事先取入涅槃。在这个之后呢，又经历2000多年，佛教的正法和相法呢都已经灭尽了，到现在呢只剩下末法，就是佛法只剩下一点点字末，到了快要灭尽的边边上。意思就是说，禁律论的教法和戒定慧的真法都快要从人心当中消失了。以下呢，我们再看末法时代佛教的衰残状况。这样说道：又教无人，谢真不分，是非莫辨，金正人我，金珠立名，举母滔滔，田家戒事，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以，圣是何名。这里首先第一个就说到又教无人，意思呢就是单有文字的教法，没有住持佛法的人，没有修行真果的人，没有弘扬佛法开显经论含义的人，千经万论呢乘风大唱的，没人发心去讲诵，没人发心去阅读，没人按照大经大论以及高僧大德的语录去修行呢，也没有人去开眼弘扬，最后呢只是变成一个供养的对境，谁也不去理会里面到底讲了什么，所以叫又教无人。又说到谢真部分是非莫辨，既然没有人按照身教文思修行，人们的心头呢只有一团无明的烦恼，分不清楚谢真，辨不明是和非，颠倒于此的，而且呢邪法呢误认为是真法，非道呢自作是真道，邪恶呢堪称是正治，假象呢堪称是事义，污染呢是为清净的，烦恼狂乱呢是为自在的解脱，满创的高速呢是为庄严的体面，方义呢是为洒脱的，名利呢是为成就的，勾结徒生呢是为一种处理的，人性呢是为慈悲的，当作生死呢是为利益世间，是这样颠倒的。人们的心相虚全都是迷乱的，牺牲部分是非莫辨的。然后又说到竞争人我，竞逐立命，表面上说是修行，实际上呢都是在追逐世间把法的。竞争人我就是和人呢竞争攀比，他有多少个徒弟，修建了多少大的寺院，有多少个头衔，
我徒弟呢要更多，供养呢要更多，事业呢要更大，知名度呢要更高。或者呢，在居士团体里面也是互相竞争名利的。我是一个大居士，我的队伍呢更壮大的，我做的功德呢是更多的。当然，很难见到有人真正修出离心、菩提心、修般若心，不是向内反省自己，不是修正自己的身口意，都是呢口谈修心，实际上呢向外追逐名利的。其实呢，这些和佛法呢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呢世间把法的。在这上面竞争人我，自会堕落恶趣的。所以这里就讲竞争人我，竞逐利命，这些都是呢没有弘扬佛法、没有闻思修佛法导致的一些情况。又说到，巨母淘淘，天下皆是淘淘，就是发大罪的时候呢，到处都是罪。地狱上这些末法时代的恶相呢，遍地都是。睁开眼看看，全世界都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然后又说到，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以，圣是何名。意思呢，就是说连佛法僧三宝名称的含义都愚昧不知的，不知道佛是什么人，不知道神法是什么含义，不知道圣是哪种称呼。所以慈心菩萨在居士论当中就说道：佛正法右耳，为教真未体，由此所行者，次边主世界。意思呢，佛的正法中的呢，分成教法和正法两种。对于教法和正法，有人受持，有人演说，有人修行，佛法就安住在世间。以这条标准来做观察，现在对于佛的教正二法，真正受持、真正演说、真正修行人呢，很少的。所以说，佛教呢，正进入衰落的末法时期。这里意思就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又讲到，率参至此，待不仁言，每一时己不觉泪下，我为佛子，不能报恩，内无以一己，外无以一人，身无以一死，死无以一后，天虽高不能覆我，地虽厚不能载我，地中罪人随我而睡。这里说到待不仁言，这个待就是几乎的意思。整个这一段呢，就是讲佛陀的正法已经衰残到这种状况，几乎都不忍心再说了。每次一想起来，自己就忍不住伤心的掉眼泪。而且呢，身份作为佛弟子，一切先天和究竟的利乐都是佛给的，连名字都是叫世子。可是呢，不能报答佛陀的大恩大德，不能真心身教。往内看呢，对自己的身心呢没有做到正式的利益；往外看呢，对众生呢也没有做到实际的利益。活着的时候呢，不能挽救这个时代，不能利益社会和国家的；死了之后呢，对于后来的人类呢也没有利益的。天虽然崇高，却覆盖不住我的；地虽然厚重，却承载不起我的。天地难容的几种罪人，不是我又是谁呢？然后又说道：幼时统不可忍，既无所处，敦往敝楼，护法大行，虽不能挽回，莫云于此时绝当途护持正法与来世。意思来说，由此我通信无法忍受，也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顿时忘记了自己的敝楼，忘记了自己是如何下列丑陋的。为了佛法，为了众生呢，忽然发起大菩提心。虽然以自己凡夫的力量不能在此时挽回末法时代佛教的气数，但是呢，怀着永不舍弃的护教大愿，我确实要在来世护持佛的正法。又说道：是故谢诸善友，同到道场，实为忏摩，见之发回法四十八字大愿，圆圆度神，其拜天皆自圣心，心心作佛。于是呢，正是以这个护持教法圆心的推动，我借同道友来到道场，建立这个涅槃法会，离参修法，消方阿弥陀佛，发起四十八大愿望，每一个愿都是呢发心救度众生的。祈愿以百千界的圣心心心作佛，就是以极圣的一种圆心。发愿在百千界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呢，心心念念都立志作佛。然后又讲到，
从于近日，今为乃及必此一心，死归暗阳，即等旧贫回汝娑婆，必得佛日重辉，法门再传，深海沉情于世界，人民百花与洞方居民位置更严，真法得以救助。法菩提心建立大愿之后呢，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尽未来际奉行自己的大愿，这一身心，这个身体觉知，升到西方净土，在彼处念开旧品，缅念阿弥陀佛，真的无生法身。之后呢，再回到娑婆世界，让佛人呢充方广会，让法门呢再度传扬，让十方世界如海的深中呢都远离垢染，终归清净，让全世界的人民呢都收到佛法的教化，崇尚仁义，持戒修善，让佛法的戒律呢延迟转变，让真法呢长久安住在世界。最后说到，智者去其正是苦心，是为发菩提心，第一是因缘也，也就是说，这是我的微不足道的正是苦心，是为发菩提心的第十因缘。为什么为了让真法救助，在这一生结束，首先要求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用全智摩方及净土教文当中的话来做解释。那么在净土教文当中就说到，以一切作之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功德者，获得佛果的因，即是心持无量菩萨心，想要修学菩萨心，并以救度一切众生，摆脱畏难，具有大悲心的人，令他们轻而易举，便可圆满一切普贤心愿的殊胜方便，即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原因为依靠佛陀的原理和智慧力，经以心心希求心，便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后无情而获得心理等圣妙功德，不会回转，将圆满一切普贤心。佛测见此理后，在普贤仙品当中说，原我令于民众之尽除一切诸障碍，绵间必复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场，我即往生彼国，以先前成就此大愿。全智摩诃金刚句也做了殊胜的抉择，这就是我们就明白，为了真法救助，为了普度众生，在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要求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话呢，发愿的功德，而且呢，弘法利生呢，各个方面呢，圆圆满满能够成就的。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了真法救助，为了普度众生呢，要求的往生极乐世界。以上呢，我们讲完了增重分，下面就是讲流通分。第三流通分是这样讲的：如此施缘备时，八发奏止，则趋向右门，开发右地。所谓的施缘备时，就是念佛恩故、念佛母恩故等等的十种发心因缘都完备的人士呢，这叫做施缘备时。说到八发奏止，发心的八种相貌也完整的了解了，这叫八法奏止。然后这样就趋向右门，开发右地。要发菩提心，再不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该怎么修。一进来，自身的门已经可以趋向了，开始的方法可以开发了，生下来就看你自己努力修了。然后下面又说到，相于这次人生，居于化虾，六根无养，四大清暗，既有信心，心无莫张狂顶博等，又得出家，又守具戒，又以道昌，又闻佛法，又沾舍利，又修禅法，又知善忧，又具圣愿，不以今日发之大心，更待何时？我们要知道，发菩提心需要具备圣心内外各方面的条件，这又是人生当中以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深远的一件大事，不具备这个因缘，不能发菩提心，当然就是很可怜的。具备因缘，不愿意发心，那就是更可惜的。深远大事在这里呢，苦劝与会大众即使发起大菩提心，不必淡待。大师说，我们都共同得到宝贵的人生，生长在佛法住世的中国，六根呢健康无病的，四大调和清暗的，对佛法僧三宝呢又具有心性的，也没有魔障干扰的，这已经是极为幸运的人。况且呢又能出家，又能守具足戒，又能遇到殊胜的道场，
又能听闻到难闻的佛法，又能赞扬师尊的灵骨舍利，又能救息禅法，回出罪业，又能知于善诱，又具有内外殊胜的法愿，这真是圣愿，当众圣愿。千千万万个人当中呢，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殊胜的缘分呢？那么在这样完远具备前代难奉的时候呢，不发大菩提心还等到哪一天再发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难得的因缘聚合的时刻呢，应当为了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是在一个事情当中是关系自己的回民，关系一切众生利益的最终大事。前面也说过，心法则佛道堪称，原理则众生克度。为了众生，为了无上的佛道，有佛性的人呢，应当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又讲到，为缘大宗，明我一尘，怜我裤子，同离自缘，同法自心。为法者净法，依法者正章，依正章者精明相信。这就是先大师再次苦口婆心的劝法。大师呢说，我但愿大家哀悯我的一腔一嗔，可怜我的一反固执，和我一起来建立大愿，共同发起菩提心。没有发起菩提心的，现在应当发起来；已经发起菩提心的，要让发心呢进一步增长；已经增长的呢，让它相续不断。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就像我们一天呢，也不能离开应试，同样发菩提心需要年年发、月月发、日日发、次次都发。所谓造之必与之，颠非必与之，虚以也不可理的，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修法。所以说我们每天念的发心一轨当中也说到，菩提心苗薄，未生者当生，一生勿颓死，暂专以正障，确实是这么一个表现。而且我们也需要知道，发菩提心就是我们大乘修行人每天不可缺少的一个功课，这不是最初略略口里念念就能完成的一个事。应当呢，从最初如大乘门开始，一直到成佛自见呢，事事坚持，辗转不断的增长圆满，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修法。我们以比喻来说明一下，我们人或坐要靠心脏的波动，心脏停止跳动，生命就会终止。菩提心就像心脏波动一样，什么时候能离开呢？离开了菩提心，大乘菩萨慧命就会从此中断的。菩萨心是一切六度万心，菩提心就是作意，就是菩萨心的动力源泉的。所以呢，这有这么一个重要性呢。所以呢，我们要三番五次的考虑，再三的观察，相续当中，要么就是该造的方式相似的菩提心，要么正是无为的菩提心，乃至相续当中没有升起之前呢，通过很多的途径，要几支金杖，要祈祷佛菩萨，尤其呢祈祷诸佛菩萨和传承上师，相续当中呢升起菩提心，增长菩提心，圆满菩提心，以菩提心摄持下自己的身口意呢，自己坚决做弘法利众的事业，这样再再祈祷，再再观想，皈依经发愿，然后呢积着经藏的放射做一些修习，最终呢回向唯一升起佛菩萨传讲八万四千法门核心的菩提心的功德，这样相续当中呢传起大乘菩提心的功德。接下来有说到，不畏难而退去，不失意而幸福，不欲速而不求成，无懈怠而无用蒙，无畏靡而不增其，无应虚而更期待，无因欲敦而一向无心，无以根欠而自逼无分。其实呢，我们彻底做抉择，不畏难而退去，意思呢，不要害怕终身难度菩提难产而退作怯弱。如果我们畏难而退失菩提心，那会失怀展示和究竟的大利益，可以说是大乘菩萨最大的率损。应当这样想，诸佛因地也和我一样的是业障深重的凡夫，甚至做过下列的恶趣众生，但是呢因为有勇气承担，精进不退的，最终呢圆满了一切菩萨关系，究竟成佛的。既然诸佛是从凡夫做成的，我也不必要退却，只要努力随着修行的提高，一切菩萨的难心都能逐渐做到，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无畏难而退却的内容。然后又说到无失意而幸福，这一次呢不要把这件事呢可
看的容易而幸福躁动。真正见佛救度众生，成就佛道的重担，要有稳固坚定的一个菩提心作为自见，这不是以轻信满心造心就可以承担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要因重的修炼，处处历练，百折不挠，在苦难当中发起菩提心，在行持六道完行当中不断坚固菩提心，这也是非常重要。否则心遭腹中不在表面上决定深入不了的，很快就会彻底失败的。然后又说到无欲足而不就畅，古人也说欲足则不大，发菩提心需要有长远的心，就算要经过百千劫才能让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升起一个刹那的善心，也终究不退是法心。如果自求速处而不愿意成就的性质，那只能说是心理薄弱的，这样多半呢中间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推掉的。所以呢就不能自发入水的道心，二呢要发金刚一样的菩提心。何况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本来就是最安乐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怕世间畅呢？地藏王菩萨发愿也说到，地狱不空是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海南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说到，旧劫行伤情，力无信无推，临生一年三，狂以善无量。意思呢就是说，大乘菩萨为了利益有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推专心和满足性的，见到能让某一个众生升起一刹那的清净善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大乘菩萨即使要千千万万劫当中进进，也不会感到疲厌的。如果不发这样长远的心，一旦到了实际当中，见到众生难度，佛法难信啊，能心甘情愿百折不挠的去做吗？肯定不会做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多半时间一场都没有心理去入，觉得还是自顾自地算了，你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快速成佛道呢？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菩提心坚固长久才能快速成佛。所以这里说到无欲速而不就畅，然后又说到无携带而无拥梦，意思就是说不要携带难度而没有拥梦的心。然后又讲到无畏米而不增进，畏米就是今生不增作，退伤消沉，这就是说不要畏密不增，应当呢增作净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又说到无因许而跟期待，因许就是早老样子不改，期待呢就是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等等，不可以因许苟且。早例如说我现在还有事没有了解，等我都安排好了，我再来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在这个大问题上不能拖泥带水的，应当呢当机立断，不然这一耽误呢要延迟多少届的时间在轮回里吃苦头的。因为是一个瞎债的心态，没有办法开出自己的如来藏，所以说就现在开始就要发菩提心，以菩提心来要求自己，这就是大乘行者决定要发的，决定要做的，决定要下功夫行菩萨道的。然后又说到无因愚钝而一向无信，意思呢就是不要以自己的定心愚钝而一向无信进修。这里说的愚钝就是过去自私自利造恶障蔽那性命，现在呢只有发菩提心才能逐渐消除业障，所以说越愚钝越应当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多多利众生的好事，才能消除障碍，把心结打开的，让心呢流通无碍的。然后又说到无以根浅而自比无分，也不要以自己根基浅薄就看清自己，认为自己无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自卑心一定要消除。而且呢大乘的大经大论了义的法门当中处处说到，大地众生都有佛性的，人人都可以为药师，人人可以成佛的，世界上没有前证的释迦，自然弥勒只有肯用功按佛法修行，前根再培长久就成了圣根，何必妄自菲薄呢，轻奢自己呢。以上呢我们就讲了发菩提心需要远离八宗不正的心态，就是畏难心、勤福心、求属心、携带心、微米不正心、因循期待心、无动于众心，还有呢就是自卑心。我们应当呢，凡事把每一句都翻到自己的身心上，
做检查，自己有哪一种不良心态，就要尽量改正。相反的方面来讲，要让自己具足八种德相，也就是说无畏心、因种心、长远心、勇猛心、争分心、果断心、一向有心、尊重机灵心，这样就能成为大乘的法界，真正踏上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下面呢，再以比喻全面后进，不必妄自菲薄，自保志气，丧失发心的极好因缘。所以他人家还是大慈大悲做这样的教诫，譬如众书终究则根性而日生，犹如莫刀莫究则道敦而成立。其实呢，譬如说众书最开始呢根也很肤浅，但只要加以炙热，不断教观培植，根呢就会越扎越深，越长越坚实的，最后呢根深蒂固的，根本与外缘都要不了的。又好比就是磨一把钝刀，究竟磨里呢，钝刀也会变得极其锋利。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浅深利钝等等都是呢相对来说的，并没有个固定不变的一个自信。自己能多栽培多磨练，浅的呢会变成深的，钝的呢会变成利的。在这一点上呢，应当要有足够的自信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要按如理如法传习，或者呢就是按大乘的经论的教言那样修心，久而久呢相续当中呢决定产生大乘殊胜的功德，而且呢成了立根者，成了三根者，成了真正救度众生的护助。下面有说到，岂可因前误种，任其自苦，因顿覆魔，自得无用。意思呢说，怎么可以因为根浅而不忠，让他自己苦死呢？怎么可以因为刀钝而不磨，放在一边让他无用呢？这些都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人都不能自暴自弃，知道自己根基很浅，更应当自强不息。人贵在有向上的恒心，信赖依法就会有专机的，不然无动于衷，既不专，那就会永远沦为下劣的一种身份。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呢一念慧心就已经开始改从钝转利，从浅呢转深，长久坚持下来，效果呢会越来越显著。所以说古人也说，勤能不作，别人付出一份努力能达到的，我付出十分的努力也一定能达到的。所以说书法也说，世上无难事，自怕有信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事情呢都是人做出来的，不必要退缩，不必要怯弱。然后又说到，又若以修行为苦，则不知携带诱苦；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用节，携带则偷安逸时受苦堕胜。其实呢，又如果又修行为苦，受不了文思秀的辛苦，岂不知道携带梗苦？然后呢，修行只是一时勤苦，换来的确实是永久的安乐。而携带呢，虽然这一生暂时得一点安逸，但来世要在多少生当中受苦呢？是这样做分析。所以说生命大意的人呢，为了自他的究竟长远的利益，会舍弃暂时的一点享乐。如果只求眼前一点的享乐，对猴子、对解脱、对众生、对成佛什么都不去想，这和旁生呢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呢，我们常常要想，眼前暂时吃一点苦，能灭除无量界的大苦，得到最永久的安乐，应当刻苦发奋修行，这样来鼓励自己。而且我们需要了知，世间人们呢，为了无意的享乐都能吃苦耐劳的，我们要成道度众生，更应当有百倍的境界才行。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说过，何夫众生胆，懈怠臭肥身，未抵自他福，精进引百倍。这就是说，大乘菩萨为了利益有心，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合乎了利益众生的事业重担，那就应当遵守承诺，为了证道大菩提过地，必须行持六度观心。如果不实际用猛精进的修行，反而懈怠，那是极为丑陋、极不庄严的一种事情。连消沉身份，为了自己端出业惑，都知道要想钻木取火一样不能松懈的，何况大乘菩萨要断除自他相续的一切业和烦恼，更应当百倍的精进。
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对大众的三根修行人来讲呢，这个是必须要行持的，对他来讲这是非常勇敢性推动下进行修持的。底下呢，在消除害怕发心之后推瞻和菩萨性难性的顾虑，所以又说了这样的话：况乎以净土为咒行，则何愁退转？又得无生为任力，则何虑见难？那么意思呢？况且以净土作为咒行，一生净土就成为不退转的菩萨，位不退，不堕生死；心不退，不堕小乘；念不退呢，念念六入一切智海，根本没有推堕的违宪心，而且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无生的发心，具有无生发愿的力量，可以分身成他自在的度化众生，何必顾虑度众生的艰难呢？所以讲的呢非常正确。我们想，只要以利他的发菩提心的基础上去积德进章求往生，一旦往生以后，这心的自然而然成就，确确实实感觉到人以自称的方式可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呢，父亲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娑婆世界上上下下根基的共同宗旨的一个殊胜的法门，应该呢要听闻，要思维，要修，要弘扬，要护持这样法门来度化众生。这就是大乘菩萨唯一让大家向许产生菩提心的一种方便。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没有净土这样的深妙方便，中下凡夫确确实实也有发心之后退转，或者呢度生不堪忍等等的情况，对发心呢难免犹豫不决的。现在呢，有了净土这样的很容易修行的正道，有阿弥陀佛的大愿做保障，这一生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真正圆满菩提心，成满菩提大愿，不应当有危难的性命。然后又说到，当知地罪人伤发菩提与妄结，岂可认为佛子不离大愿以尽身？其实呢，要知道堕了地的罪人还能在妄结发菩提心，怎么可以得认身成为佛子，还不在尽身建立大愿呢？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忧心作人归为玩物自令，又归于佛门成为人中尊贵的佛子，怎么能甘居下六不离大智呢？我们想一下，第一众生罪业那么沉重，疏忽那么惨烈，都还能发心向上的，而我们现在具备这样殊胜的福德因缘，发菩提心有极好的身心受益，为什么不发大心呢？如心人当中也说，下面人生极难得，既得楞般认生理，倘若尽身立为般，何时真的是圆满？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能发菩提心才算不辜负这一期得到人生。然后下面又继续说道：无思昏迷，妄者即不可坚，而今具无，将来又伤可追，染密而未服，故可爱怜，苟知而不心，又为通信。以此呢，无思依赖昏迷颠倒的，无意义的虚度了无量正的，时光不回倒流的，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今天觉悟发大心，未来无限长远，还有美好的前途。然而呢，痴迷不悟，固然自得怜悯，明智而不思心，更让人觉得可惜。我们需要知道，人生就这么一条大道，真是能真正实现生命的大义，以及究竟成佛，还能利益无限的大好事，为什么还不幡然醒悟呢？就像疾风妄战，宁可饿死也不吃的，可以喝水呢，宁可渴死也不肯喝的，这样太顽固不化了。确确实实，我们这样想，这些教员呢非常深奥，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得到呢最殊胜的人生报。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得到呢下面人生报，明明知道依证了大乘的三智识，又一道呢大乘的鲜明殊胜的深深光大的妙法。都知道的，而且呢都知道人人都有佛性，而且一切构障都是那忽然的一种课程的障构，一切众生都是那当个自己的母亲，这一切一切知道而不发菩提心，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然后又说到，若其地自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自疏则懈怠不勤。如果我们能时常想到地的痛苦，自然而然会升起精进的。
想象无私依赖造了多少的罪业，一口气不来就成为地狱烈火当中的炭灰，沉落继续上升还有机会，只有精进修行才能救自己的。净土在前，地狱在后，精进修就能往生净土了，了解无量界的轮回，携带方意呢一定会堕入恶趣深渊当中啊。而且呢我们常常一念无常的寻述啊，这一生就像吃喝癫狂一样，稍微一方就会流走的。人生这样宝贵的，怎么能让它无意的空耗呢？想到这里，有一颗光阴就要做一颗修行，不能浪费时间。所以这里就说到，若即地狱自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自殊，则懈怠不起。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教言。然后又讲到，又须以佛法为鞭策，三业为契阶，造持复利，众生一来，则无退失之利益。这里说到造持复利，这个造持就是短暂的意思，然后欲意当中的欲呢，就是欲虑啊，或者说欲幻的意思。这一段就讲，又需要以佛法作为鞭策，在这颗心安于乐，不愿意伤尽的时候呢，要想用鞭子抽打马匹，让马前进一样，以佛法来鞭策自己进步。而且呢，一直好的道友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在修行上呢，携手共进，这样造持不离佛法和善用。终身依赖佛法和善用，那就不会有退失的地患。先大师又这样说道，无言意念行为，无为虚言无疑，心真则事实，渊光则信神，虚空废达，心王未达，金刚废坚，原理最见。于是呢，不要说一念行为，不要人为虚言没有利益，发心真切就是实事，原理光大呢，心智就胜的。虚空呢不算大，菩提心最大；金刚呢不算坚固，原理才最坚固。这个问题我们逐渐做抉择。我们想，怎么不能说一念庆畏虚言无疑呢？在经典当中说到：“诸法一元神，诸于一乐商，何则法何缘？将或如是过。”意思呢就是说，一切缘起啊，原本自在我们的心上。心作形式丝毫不上的，私心作地狱，私心是地狱；私心作天人，私心是天人；私心作佛，私心是佛。圣嗔迷悟害呢，就是去惑去佛啊等的，全部在这一念上面。所以呢，一念观心极大的，不能说轻微。所以先大师说，无言一念轻微。再说有言必慢，并不是说虚言无疑的。我们来按照彻悟禅师语录当中举的一些公案来讲一下。过去呢有个芋头男夫，在水边立下修行飞香飞飞向定，每次呢快要修成禅定的时候呢，有鱼和鸟来干扰，让他心里静动，他就发愿以后呢做费力如林吃鸟，如睡吃鱼。后来呢修成飞香飞飞向定，往生天上安住了八万界，收完天包之后呢，果然堕落为废力，诚实余料，把恶缘还有这样大的利用，八万界之后还能埋怨的，何况诚心发起菩提大愿，怎么会没有力呢？决定有殊胜的利益。在《深深传》当中呢，有这样一个供案：过去呢，有个圣人在石头造的佛像前面呢开玩笑就发言说，如果今生不能了脱生死，愿我来生做魏武大将。后来果然变成一名大将军，开玩笑提拔的愿都会实现，何况以自诚心发菩提心，这个种子播在心田当中，怎么会空耗得了呢？绝对不会空耗的。在深深传当中呢，还讲到又一位出家人拨通经论的，但是呢没人请他讲法。有个僧人对他就说，你学佛法没有意愿，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来为你代办。然后呢问他，你有什么积蓄？他就说，我只剩下一件衣料。那个僧人就说，这就足够了。这样就帮他把这件衣料呢变卖，得到钱买了一些食物，带着他呢到一个幽深的树林里面，找到一块葱料垛的地方，然后呢把食物放在地上，叫他发愿之后呢祝福说，20年之后你才可以开放。僧人呢遵照祝福，到20年以后才开放。
结果呢，多年受他教化的都是呢那些受过知识的浑中尿类。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别人代为发愿都能摄受从尿脱离旁生，作为人受教化的，那么现在自己发愿怎么不能自利利他的事呢？决定可以承办的。所以说发愿的作用不可思议的。比如我们在学习白经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共案，而且呢在白经里面可以看到往生呢有无数个修行者，因为多劫前在三宝面前发殊胜的愿，以后呢都无期的一个缘期的意义都实现了，这些都现实了我们的信呢不可思议，缘期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发大心发大愿发大乘的菩提心，这就是真正一切功德的源泉。然后呢又说到心真者事事，意思呢就是说一切事项都是呢有自己的心造的，性很正确事就不虚的。然后又说到缘广则性正，这就是讲缘和性的惯性，有愿就能引导自己的行为，愿越广大性呢就会做得越正。在我们想象当中呢，虚空呢应当是最广大无边的，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在虚空当中，不能从哪个方向延伸出去都不见有边际可得，而且呢虚空呢不会变异的，这是一种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的宽大的相。但是呢和菩提心比较起来，虚空也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呢我们以生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可以做抉择。以生意菩提心也就是妙明真心来说，楞严经上面有这样几句：十方虚空身如心内，犹如片云电台情理，框住世界在虚空也。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十方的虚空身在你的真心自重，就像一片云颠缀在太虚空里，何况住世界在虚空当中呢，更是微不足道呢。这个菩提心呢殊穷三际的横遍十方的，以心宝太虚两周杀戒的一种缘故，所以说虚空未大，心王未大。当然世俗菩提心也是整生意菩提心的三巧方便，在发心的相当上来看，以大悲边缘一切十方世界的众生，以智慧呢边缘一切无上的佛果，光大没有限量，从这个无量的角度呢也是心王未大，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这里的关键。再讲金刚肺剑原理最剑，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上面就讲，世间的金刚放在六角上可以摧破，或者呢金刚再坚固也只是又未发的一种物质，到了结末仍然会化为无有的。而原理呢无法摧毁的，即使须弥山可以崩溃，四大海可以枯竭，日月呢可以坠落，但是呢原理终究不可能被自大的灾害破坏的，只要自己受持不舍弃，原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定会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长河当中不断地发挥它的殊胜作用。所以说在普贤行品当中呢有一段经文，就是说一个人到了临终最后一刹那什么法都抱不住，也就是说身体的树根要散坏，一切亲属呢要舍离，一切的位置呢都颓死，不相大臣功臣内外响马车臣珍宝富藏一切一切都带不走的，只有大圆王不相舍离，在一切时候引导弃迁，一刹那当中呢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什么都回外面，唯有大圆王不相舍离的圆王，在自己的相续呢即使受生轮回当中也不会释怀的。所以呢金刚肺剑原理最剑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又说到大众成人不欺我语，则菩提眷属从此念引连舍众门至今地号。这里说到念引，念引就是结成亲戚的意思，然后地号当中的地呢就是连接在一起解不开的意思。这一段就讲大众真人不失去我的话语，那么金钱相聚因缘沸腾效可，从此我们已经结成菩提道上的亲友，成为生生世世不分离的菩提眷属，而且呢彼此借着年色共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多么好的菩提因缘，
确实是丧失三宝的殊胜的加持力，自己的三根这样殊胜因缘和合的前提下，能发菩提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做度化众生的一种修行人，这是多么好的因缘呢？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又说到，说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大师又说，我的夙愿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往生我们的故乡西方极乐世界，一起来面见我们的慈母阿弥陀佛，然后呢一起教化众生，一起成就佛道，这是我们相往而且共同行持的一条成佛之道。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就是圣净土见弥陀化众生成佛道的大众共同的一种信愿，实际上就是选择一条成佛之路，也就是说选择今生往生净土，今生不退而成道度众生的菩提之路，确确实实这样做了众生的教验。然后又说到，则安置未来三十二相白富状元，不从近日发心立愿而事业。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成佛得到三十二相白富状元，不是从今天发菩提心立菩提愿开示的呢？所以《华严经》当中也说到，菩提心犹如一切佛法种子，应当说未来圆满成佛都是呢从今天发心立愿作为起点的，这是何等殊胜而深深的因缘呢？正讲菩提心意当中说说，菩提自心成佛自奔大心意愿磨过一次，所以说就菩提心就是成佛的根本，没有超过发菩提心的大心意愿。最后就说到，源于大众共勉之信生信生，我愿意和大家共同勉励来发无上的菩提心，这是自得亲信的盛事，真是很幸运的。以上呢我们讲完了全法菩提心问，为什么要讲这篇文章呢？因为寒地内有成千上万的道友修持净土求生极乐世界，但是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不知道发菩提心是成就净土的极重要的一个正因。这次呢玄奘这篇净土中注释的全发菩提心文，也是提醒大家要大力弘扬菩提心的教法，努力思修菩提心。确实像这样好的文章五六次就能讲一遍的，也应当多演讲多弘扬，让人人心中都知道这个菩提心，都想往发菩提心。当然在藏传佛教当中呢有很完善很完美很清净的菩提心的思修的教授，单单以思修菩提心的方面来说，就像尼玛巴的全智无光尊者的心心秀息大特殊，海纳巴智仁波切的普贤上师演讲，以及给鲁巴的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光论等等当中呢都有极为殊胜的菩提心思修的教授。另外呢印度基天菩萨的如心论是开示如何进入菩提心菩萨性的重要一个大论，如果能摒除门户自见深入学习这些教典，我相信在菩提心方面不论从认识还是从修行上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以这样的一种发心呢，这次辅导讲这样殊胜的全法菩提心问，最后呢把这次讲文的三个呢回向未来全世界佛教复兴。Sanam dayi tanjian lupa nye tunne nye peta na ba se jang chika na che wa long chupa chupi zone lo a lo an shum Om Bandar Sato Om Bandar Sato Om Bandar Sato Om